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E 的庄雅文，因为就是从初中就蛮想进团的嘛，然后也是终于在这一年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，然后蛮不错的。然后因为也是出道第一年嘛，所以在各个方面，就不管是生活中啊还是舞台上，都算是在摸索的阶段，也挺好的。寄语，那就是希望2024年舞台能够更成熟一点吧，表现的能够更好一些，更自如一点。新的一年，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，然后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我们都要天天开心的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2024年吧。